Hello， 大家好，我是 Cynthia。今天呢是心情有点复杂的一天，因为今天的 vlog 呢是一个 work from home vlog。因为最近香港的疫情变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这个礼拜就是也是 work from home。我今天先做了一个早餐，是蓝莓燕麦片，然后另外呢做了一个 latte。我昨天跑去 Muji， 想说试一下他们家好像总共有四款咖啡豆吧，然后其他三款。我用闻的，我就觉得好像不太 OK， 就不是我喜欢的咖啡类型，所以我最后挑了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但它是从巴西来的朋友，很美吧？哇！那现在呢是10:25，那我准备要打卡上班，定位打卡 ，work from home。今日條片開始之前，首先要多謝 Sharp Shot 今日嘅 sponsor。喂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I'm a ghost, I'm a ghost, ghost. Keep it low, keep it low, low. I'ma dip to the castle in a cloak, wiping off a little blood from my clothes, creeping. I'm a monster. 6:40，其实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啦。不过呢，因为其实今天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我先 take a break， 然后等一下再回去继续。然后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二杯咖啡，是 Americano。然后接下来我要来开这个包裹，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网店叫做妈妈妈 Market。对，其实我之前就有关注他们的 IG 啦。然后这是他们送的礼物，非常的感谢他们。哦，好可爱哦，你看这个包装纸，好大一
衣物，还是一个宽宽的帆布袋。你们到现在应该有发现我很爱帆布袋这件事情吧？我之前看到很多韩国 YouTuber 在用这种袋子，我就很想试试看。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小肩带，然后它的材质是这样子，有点绒毛感。然后它这个是弹性的，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你肩带的长度。这个也很适合跟朋友出门逛街的时候用。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啊，好可爱啊的小背心，但是它有一点 detail， 就是这个撞色，还有这个小纽扣。还有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最近我想要换手机壳嘛，所以我就被一个 IG 的广告打到了，我就订了这个壳，还有另外一个上面写 Shopaholic 的。我觉得它实体的设计跟它防摔的功能是有的，但是呢有几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壳啊非常之滑，所以一个这么容易手滑的人，我真的是。再来第二个就是压死我这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旁边的这个按键啊，因为我工作关系，我常常会需要截图给客户啊或什么的。但这个啊，它的旁边的按键真的是有够硬，有够难按，就是每次我这样按下去，要么是截不到图，要不然就会变成 Siri， 要不然就是要关机，反正总之就是我不行。那今天的影片呢，又要再次非常的感谢 Surfshark 的赞助。我今天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 Surfshark 是一个网络的 VPN service。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少出门，或者是你像我一样，就是纯粹很喜欢在网络上面逛东西，大家在网络上面买东西的机会其实多很多。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个资跟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行为，其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可能你在网络上面的一些行为都会被追踪，或是被窃听啊等等。那 Surfshark 就可以一次性的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它有个 Hack Lock 的保护功能，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入侵你的电脑或信箱，它会对你发出警告。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Blind Search 的功能，可以防止你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被一些广告锁定或是被追踪。最后呢，如果你有在用一些 Streaming 的 Platform， 像是 Netflix 啊或是 Disney Plus， 他们都会有一些地域上的限制，就是你在什么地方你就只能看到这个地区或国家特定的内容，但用 Surfshark 就可以让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完全的不受限制。那最后呢，如果使用我的 promo code， 你就可以有3个月免费，还有 85% off， 没错， 85% off， 另外还有30天的 guarantee return，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deal。 那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再次的谢谢 Surfshark， 然后我们就继续今天的 vlog 吧。那接下来呢，我要再去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然后我就要来煮晚餐了，耶。Hello， 我刚刚弄一弄，结果现在已经快要10点了。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想要来煮这个，哒哒，没错，就是另外一个韩国料理 japchae。啊，我在网络上面看到蛮多不同的食谱，它就是把很多种蔬菜分开炒过之后再拌在一起这样。所以呢，看起来虽然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的事情好像还蛮多的。所以我今天的材料呢，有这个红椒，然后香菇、洋葱跟菠菜。对哦，然后还有这个猪五花。我感觉我今天吃到这道菜可能要12点了。那我现在食谱已经在旁边了，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来备料吧。To show you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with this melody, with you our heart is free, with you I sing with me, with you I count to three, and I believe y'all may see. What are you getting for breakfast?Hey Siri. Oh, hi. My Siri is not working because I'm talking to you. Still not know I'm talking about Italy.
she changed my life so beautifully. And Italia, now I sing this song to thee. And I do so with ease. I'm thankful, grateful, faithful. I'm grateful, wonderful, wonderful.我觉得还蛮有模有样的。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 on them stages.在家工作，我水真的会喝的比较多。然后跟大家讲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饮水机坏掉了，所以我本来都是每一天会去下面用大瓶子装水回来，因为我不习惯喝自来水。但是呢，自从它坏掉之后，
我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就是去买这种大包装的瓶装水。虽然我真的觉得很不环保，但是我问了那个下面的管理处，他们说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修好，所以，唉，你知道每次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一天要喝这么多水。那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水资源很不足的地区，我该有多难过啊！现在呢，大概是2:30，然后。对，好严实哦。大家记得多喝水，知道吗？我最近皮肤呢又有点变差了，因为太晚睡，然后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最近水喝太少，然后又太晚睡，所以我现在要努力的喝水，把它补回来。差不多下班了，然后我准备要出门去买点东西，然后顺便等一下到常人家去吃饭。好 ，Let's go， 我已经迟到了。Hello， 嗨。我现在在常人家，然后整个背都湿了，因为我今天本来就要出门嘛，想说把这个娃娃的饼干分一点给他吃，因为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胖。本来想说要去吃饭，但是呢，因为今天开始吗？今天。但是因为今天限聚令嘛，就晚上6点之后就不能在餐厅吃饭，所以我们就决定，现在猫一在我的脚上，啊，好可爱哦。然后我们今天呢，我把昨天做的那个切带来了。我要做，这叫什么？蛤蟆丝瓜吗？丝瓜蛤蟆。蛤蟆，哎，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广东话叫什么？咸哦，咸，就是咸啦。哎呦，你看这只猫，多可爱！哎呦，很傻，结果大家发现，大家发现你的朋友都跟你一样。哎呦，你小心一点，好危险哦！啊，好香啊！闻到蒜头的味道就很有台湾的味道。型男大叔。天天都幸福，天天都年龄了。阿基斯有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你想当阿基斯还是詹姆士呢？我当然不要当阿基斯啊！之前不是干嘛吗？忘记了。我铁。哦，嗨。我们的另一位嘉宾来了，你要来打个招呼吗 ？Hello。Let's go。It could all be worse. I could be a hater like you. It could all be worse. Pills to make the man, but that poison's gonna kill you.Chest now, say it with your chest now. I'm young, I'm free. Can't nobody take me here and now. It's my time to run it out. It's my time, it's my time, it's my time. 今天的晚餐，来吧，吃吧。哎，我们要这么。いただきます。I'm young, I'm free. Can't nobody take.时间来一个红豆汤啦，哦，啊，这个是绿豆汤啦，我不知道绿豆汤怎么讲，啊，这是豆灰，豆灰啦，我刚刚要讲豆腐灰，哇，我好迷哦，我还是不懂为什么香港人要加海带，海带，嗯哼，嗯哼，嗯哼。这里面有种啊，陈陈皮啊，我在想是陈皮，哎，我捏断了。
橙橘，因为好像是柑橘类的，然后是橙橘，橙橘不是橘。现在在看阿汉的影片，你是阿汉的粉丝吗？小粉丝，小啥？耶！另外一只莎莎，嗨嗨，不，站起来，来影结束，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